那像贝尔的牛仔裤纱绒呢，我们来泡水看一下它的这个褪不褪色情况。那先泡到水里啊，看一下它褪不褪色。看一下这个水，我刚泡下来了，时间不长，它这个水是很清澈的，我们再多泡一下，多泡一下，再加点洗衣液，我们加点洗衣液再试一下，看它掉不掉颜色。现在还是没有掉色啊，也没有掉毛，它这个里面是加绒的，我们泡的这条是加绒的，看。不掉毛不掉色了，我们再把它多泡一下，看一下，多泡一泡。这个我们大概泡了有20分钟左右，我们再来拿出来看一下。不掉毛不掉色啊，巴萨贝尔这牛仔裤真的很绝，看没？它里面这么厚的毛，但是洗起来它一点都不掉毛，看不掉毛，也不掉色，撸它就对了。